的锅煮赛锅煮一锅师傅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做这个素食料理呢，很特别，因为我们常常吃，但是呢，通常没有办法完全吃到素。是会加一点味道，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呢，虽然主人公低了，阿姆公哦，就看他公一定要有一个海味，对，再有有 feel。但是咱家是吃素的。对啊。啊，伊食草的拢下另外海味的味。对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咱今日炒一个丝瓜炒面线，菜瓜米线哦。对啊，但是菜瓜米线你食不拢有虾米啊？上无麻烦有虾米。对，可以帮忙哦。但是咱今日呢，无虾米，无虾米，我讲这拢无。哦。啊，要怎好海味出来嘞？咱今天丝瓜吼，你炒阁无同款哦。哎呦，很特别的，赶快来看看怎么炒。来来来，好，菜瓜直接切法刚好无同。对啊，切法咯，有。有哦。有。哎呦，你普通吼，你拢是安怎？像安尼吼，直接刮落去。是啊。对不对？是。再呢，再剖开。不，我拢切圆圆。切圆。半圆形。来，切圆半圆形，我跟你讲。你呢？切半圆形，但为人个只一块一块大块落去。哎，对啊。对吧？才有口感呢。咱家无咩爱做。我们今天的大面线呢，可是告诉可是你浓我浓哦。我们面线呢，加蛋的丝瓜结为一体，这样子。加了奇怪，到底米线还是菜龟，还是菜龟还是米线？可以这样哦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？菜龟不是切切，那我可以这样。可以，那只不过碗它是舔的出来的嘛，拿的面线是吧？嫩嫩对吧？它蛮嫩哎。来，那这边呢，加硬壳捞掉哈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把它取掉。这个看老一定爱它煮掉，啊不等下剥掉吼，这个老的。这个菜瓜这看老了，这有哦。对，这种把它取掉哈，来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呢，丝瓜嘛不是要切，搁切丢哦。那怎么办？来，那直接呢，我们把它切丝，好不好？啊，切丝。对，它切丝。像那样切得来。哦，来。切啊切啊，切啊切呢。对，弄切。哇，像呢？第一次看到这样切，安尼吼啊，搁金色，切得很好啊。对，青鸭子对不吼？对，青鸭子什么贵的？还有他对我讲的，讲像那吃的料，吼，但你要吃迄整个面线的口感，跟咱菜粿的口感是一致的哦。我现在呢，我呢慢慢切哈，因为哦，丝瓜来切安尼吼，这口感是中嫩的，足甜的吼。是。哎呀，真正跟咱面线做的嫩嫩。对啊。好，现在来咱家一个米线哈，这种有姜粉的，啊，够咱的姜丝。有丝一定爱，对，米线配姜丝。吃素吃荤都是要配姜丝。对，好加。那现在真的用姜炒跟用蒜炒的时候味道真的不一样，妈妈可以试试看喜欢吃哪一种。是，来，那现在直接呢就把它炒软，好，然后一撇着咱的菜锅一滴。滴滴出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哎，切瓜嫩啊！啊，今麦切瓜嫩啊！好，来，咱今麦给它剁碎一碗。好，来。啊，你是要啥米线？无慢切。哦，这部妈妈看落去哦，会记得哦。咱头拄仔讲无海味哦。那今麦呢？咱今麦吃吼，它落来。哎呀，今麦吃是不是？弄高汤以外啊，是，高汤以外，我今麦请他倒较侪水，因为等下面线倒较多啊，也吸他汤。啊，但今麦弄无一锅海味料哈，我们今天呢有炒一个东西，好，海味十足的东西，海味十足，不可以呢跟咱的黑米来比拼，真的假的？今天啦，今天的哎，来，这什么？海带芽，海带芽啊，这个猪汤啊，对啊，这海带请弄猪汤弄回家啊，现在放下去哦，对啊，现在直接呢，我家好多海带芽呢，对啊，因为我拢想讲哦，咱老早现在无青菜，想讲冇海带芽，对啊，所以我拢会啃，对啊，海带芽在煮也重嘛，足紧嘛，对吧？对，浸起来就开啊，现在浸起来开啊，对啊，啊，今麦再要滚起哦，咱就要滚起，啊，咱今麦这饼家呢，三米线。好不好？哦，啊米线呢？这样哦，因为你爱看这米线，咱家有可能有较侪淡薄啦吼，是弄好就会好啊。来，啊，赶快撒金菇。免啦，咱这滚起来了，伊米线吼足紧的啊。啊，咱搁等下搁来底煮一下，落去好熟起来啊。所以那边只是让它软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咸洗掉一点。对。莫遐咸。对，滚啦吼。哎。吼。
这个米线吼，加起来吼，做好起来，是，海味十足个啊。咱有当食素的吼，啊，是不是拢安那，拢无通个食的海味的对吧？是啊。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，海带啊，海带芽在素食料里面很好用，对啊。海苔酱，因为这个海味都很够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咱也唔免冲水啊，因为咱今麦加都。还加几点么盐，对吧？有。哇，好大一锅、哦！哇，颜色好美哦，你看。对，啊，咱即摆吼，慢慢啊，给我滚一下，哦，一汤。它就会吸那个汤。对。哎，一方面再把我们的丝瓜拌上去，对，没有错，颜色好漂亮，没有错。来，好滚起来哈！啊，咱即摆开始当安怎呢？印尼米粉有咸嘛？啊，咱海带盐嘛有咸嘛？哎，咱即摆先试看麦。有咸不？哎。刚好哦，无，过来一撮尔，一撮尔，哦，咱无加少做吼，哦，啊，这米线是要加起来，等咧，好，买蛋咧，刚才加好，哦，要加的时阵再来加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你即卖是不是安那，已经差不多啊，起味啊，有，搁下撮香油，香油，哦，香油，安那个就爱，咱即卖米线好啊，嗯，我们现在有一个 Q A， 还是让你猜，猜不到你不要吃好不好？又要猜。真的很讨厌，不要了，真的不要吃，说连试吃都不用就对了。哎，你讲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连试吃都不用哦，啊，你吃你来介绍，也可以哦。我从来不会解这款，来，拜拜，来，打开的冰又来又解哈，来，寿喜的菜龟哈，炒米线，别安怎好，味道呢更香更浓，增加口感，别安怎搁起来哦。对，然后 A 烤酥的油条 ，B。烤酥的面包，啊，那我一定选油条啊。为什么？它中式的没？它中式啊，我哪边用西式哎？也 OK 啊。也 OK。那你到底是要酸对啦？我要酸油条。油条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你真的要加掉？对啊。答案是你答对了。真的对不对？我就说吧，油条中式常常就被夹一个口感，就被油包到油条了。油条好用啊，油条有没有？一定要有油条哦，哈，啊，不然就变西式浓汤了。来，快不？啊，是不是蛋呢？哇，素的面线也可以吃的这么澎湃，而且宴客的 feel， 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够觉得油条夹在一起吃，哎，很有口感，很赞，你说？嗯，够不够味？哎，很够味，面线也很够味耶。对啊，嗯，我这海味很厉害哦。我真的都鲜味，嗯，口口鲜哦，它知道甜。对啊，啊，不然咱吃多哎，你无放一寡用一寡物件来代替的味，它感觉不出来。咱今日吃瓜蛋面线。虽然无虾米，无海味，无海味，咱赶快来吃个海味啊！对，对吧？海味很够，很够。对啊，嗯，哇，很好吃哎！那个海带也要准备，然后一个。对啊，谢谢。对啊，那猪肠马上啃啊！对啊，对啊。